只要不醒过来，这就不是梦。这个言语这样吵架，其实不简单了，因为有一个朋友要坚持三十几年，不简单。哦，这个是太不简单了。这个朋友要相处，你这个这一点你要教我一下。哦，像我跟彭恰恰只有五年，我们两个都渐渐疏远了。我有吗？这个要怎么样解决？我不理你了。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叮叮叮叮叮叮叮咚咚叮叮咚咚。来，咱们两个来告天庭。我下去了，动力火车。现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动力火车。动力火车两个人，今天一个人，待会再解释给各位啊。眼看见的每个昨天，都有你的美。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，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从晚跳到黑，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，从小东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，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从小东路走九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，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从灰跳到黑，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，从小东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，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从小东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，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谢谢谢谢，欧耶欧耶，谢谢。哎，杰大哥，哎呦，彭哥，来，跟大家问好一下。来，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狮子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为什么动力火车少一只？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动力火车本来两个人呐。对。啊，这个临时这个志玲呢，我们这个 partner， 昨天就这个重感冒，然后非常严重啊，整个这个喉咙这边都发炎，所以没有办法唱歌。有隔离吗？是没有隔离啦。对了，啊，为什么没有隔离？难道不怕吗？对，为什么不隔离？我应该要隔离他才对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那个，不是我那个啥，我含这个动力火车哈。虽然我拢无见面安尼啦，无港台安尼哈。不一样。我们没有同台过。唔通讲港台呢？哦，港台是乌一群两个台，到底叫港台？我讲台语恁听无？一点点，听一点点。一点点哦。好啦，一点点啦，你这我当这这是关主题，别生个见怪。我是作为爱老婆主的啦，你上我水母的天啊，我水母的啦，爱母大中，对，什么歌名？我是你的伴，我是你的伴。贵阳区所有乡亲时代，您永远拢是阿吉来伴，茫茫，你的心目中，八几年，我是你的伴。谢谢大家。你问我是你的啥，我讲我是你的伴，当我后半生人甲你做伙拼。你问我是你的啥，我讲我是你的伴，所有一切咱拢一人担一半。雨落袂散，我会徛在你后边，陪你一路慢慢行。我是你的伴，谢谢。
生就是翁仔某好，平安的互相扶持啦，哈。我相信你跟那个志玲也是互相扶持的。对，已经30多年了。30没有吵过架吗？其实没有真的吵过架，就是一些意见不合，对，然后没有用这个言语这样吵架，都没有。不简单了，因为有一个朋友要坚持30几年，不简单。哦，这个是太不简单了，这个朋友要相处，你这一点你要教我一下。哦，像我跟彭佳佳只有5年，我们两个都渐渐疏远了。都有吗？这个要怎么样解决？我不理你呢。我想要点一首歌哈，最主要是因为彩虹之美在多社共存，狮子会之美在多人共荣，所以我想点这一首彩虹，代表我们狮子会的这种精神，大家共存共荣。哎，你少一个可以唱吗？可以，还是我跟你？也没问题啊，都可以。我不敢，最好是不要了。碰狗，慢慢。